人都会有情绪，若不懂得适时的疏导，轻则败坏情志，重则没完没了使人崩溃。烦躁、压抑、埋怨等情绪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人们的工作生活，只有了解他们，才能管理他们、控制他们。名家论坛即将推出情绪管理，台湾著名教授曾仕强将与您一起辨认情绪、剖析情绪、管理情绪。我们情绪不稳定跟我们所受的教育有很密切的关系，因为我们现在的教育有很多是盲目的接受外来的观点，它并没有在我们中国这个环境里面呢生根发展，它并没有，这是我们要好好检讨的。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又没有好好去整理，你看我们有两个东西，一个叫做道家，一个叫做佛家，我没有用道教也没有用佛教，因为中国人最讨厌就是这个教字，一旦变成教以后他就把你哭得死死的，他就叫你动弹不得，你就很受罪。所以我们只有儒家，我们不可能有儒教，可是很多人都把它叫儒教，我相信孔子会很不高兴的。我们只有道家，我们也不可能有道教，道教是很牵强，为了要跟西方的外来的宗教啊，好像做一个抵抗而产生的东西，也不是很理想。什么叫道家？道家就是你要无条件的接受你自己。我倒请各位回去看看镜子，你会接受你自己吗？大部分人不会接受你自己，一看鼻子怎么那么塌，怎么长高一点，眼睛怎么一边大一边小，你总是挑剔你自己，你总是不满意你自己，你总是不能接纳你自己。那我先问你，你能改变吗？你当然可以改变了，不过那个过程是很缓慢的。我们中文最清楚了，相由心生，你的心一改变，你的相貌就改变。心在哪里？心不在这里，心在这里，心就是你的观念一改变，你的相貌就改变。所以我们现在又进一步的说，情绪管理可以改变你的相貌，可以改运，真正要改运，其他方法都不管用，就是把自己的情绪管理做好，你就改运了。我相信这是很理性的一个推论，啊，你情绪很平稳，你不会到处惹事，你不会惹人家不高兴，你不会让人家想办法整你，你不会害自己，那你运气当然好了。一个人要有几个观念，第一个老天，你看我用老天，我没有用其他什么上帝呀，什么都没有，中国人是相信老天的，因为没有老天哪里有人，哪里有人。那我倒问你，什么叫老天？老天就是天地嘛，就是自然嘛，你有天地自然的环境人才能够生存嘛。为什么火星上没有人？就是由它没有天地自然的环境。为什么地球上有人？就是天地自然的环境适合我们人类生存，那人就生出来了。一切都是很自然的。我们老天爷要我们每一个人长得不一样，而不是要我们长得一样。如果我们每个人长得一模一样，那真是糟糕的很，回家哪个是爸爸都不知道。我们应该很愉快地接受这种，就是说幸好我长得跟别人不一样，我爸爸才认识我，不然回家叫他他都不理我。老天爷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长得不一样，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各有各的个性，所以这叫个性，不然什么叫个性？不要大家都一样。我们现在教育就是希望大家都一样，这个糟糕了，不糟糕的很啊！你数学要考100分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考100分，没有必要。
有人天生是不搞数学的，我这一辈子不搞数学可以吧？为什么不可以？所以不要因为他跟别人不一样，你就认为这是他的缺点，不要这种观念。这是第一个，你要接受你跟别人是不一样的。第二个，更进一步，你要承认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，不能取代的，不能取代的。对不对？国家把你的儿子调去服劳役，或者是从事什么工作，最后他死了，然后说我们另外一个人还给你，当做你的儿子，你会接受吗？你根本不会接受吗？他每一个人都是没有办法取代的，他是非常独特的，独一无二的。那你就要很慎重，你这个独一无二的人生，这样才对。你会爱惜你的生命，你会爱惜你的荣誉，你也会珍惜你的机会。你不会说随随便便过一天算一天，你不会。第三个，我们既然长成这个样子，一定有它的道理，老天一定有它的道理，对不对？你看有人一长那个样子出来就知道他是当将军的，一个文绉绉的人去当将军，那人家越看越不像嘛。所以有人眉毛要那么长，他天生的要做将军；有人眉毛这么长，他天生要做什么？个人有个人的理想，个人有个人的条件，个人有个人的需求，因此你就不能跟别人比来比去。大家有发现，中国人最喜欢比来比去，我们的痛苦就是这里所产生的。道家跟佛家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告诉我们一切顺自然，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而且都是好的，没有不好的，没有不好的啊。我个子矮，我就觉得我很高兴，因为我个子矮，要扫天花板的时候不会找我，很愉快嘛。我个子高的时候我也很愉快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有些东西我抓得到，人家抓不到。打篮球的话我占便宜，这样你有什么不愉快的？一句话讲完了，你会长成什么样子，就是因为你这一辈子要做什么事情的一个准备。所以你相反应该去体会，我长这样子要让我做什么，而不是老怪自己这样不对那样不对。大家还要更进一步，就算你表现得很差很差，就算你被人家看不起，也没有什么好计较的。有什么计较？我问你计较什么？人一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的，这是我们跟西方最大的不同。西方人会告诉你人是生而平等的，这很奇怪啊，但他们会相信。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人相信人是生而平等的，有没有？没有。你说佛家不是说众生平等吗？是，没有出生以前是平等的，死了以后也是平等的，只有活着你就是不平等，那你就没有什么苦恼了。我们很多观念就是从不平等而来。哎，怎么你可以坐到那么舒服？我就是要站在这里。你会看到我们一上汽车，我们第一个就说：“哎，好幸运，总算挤上来的，很满足，对不对？”马上觉得不对呀。那你怎么可以坐呢？我怎么站着呢？一样的票啊。他马上就不高兴起来，然后就告诉那个人说：“你过去一点，你过去一点，我呢很守份，我只坐三分之一，绝对不会添你们的麻烦。”哎，旁边也觉得这样合理啊。他对的，他对的，你真的只坐三分之一，很满足，很满足。然后突然想，不对呀，怎么你们可以靠，我不能靠呢？老不用我管他呢？
帮你的忙的人是最倒霉的。我想这是中国人每个人都有体验。所以我们现在都不帮人家忙，我帮你忙才怪。你看人家不理你，他没有事，他做得好的，我好心好意啊，那一点点，结果哎，有的做还不错，有的时候你一挤他出去了，那更气。所以中国有一个观念叫做宁可救虫啊，不要救人。我们有太多的苦难都是从救了一个人最后被他害，害得凄凄惨惨的这种教训而来的。千万千万记住，世界上有很多世俗的评论其实不值得我们计较，我们太计较世俗的评论。佛家也好，道家也好，他的主张跟现行的教育刚好是相反的。我们从小受的教育都是有条件的接纳自己，我一定要考100分，我一定不能输给别人，我一定要升级，我一定要读完小学，我一定要考好重点中学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当然我们也会讲啊，你看很多人没有大学毕业，你看人家都有成就，但是我儿子就是不行。很奇怪，为什么你儿子就不行？别人可以啊，我儿子不能，我儿子一定要这样那样那样那样。我们的问题就从这里产生。我们常常为了自己的表现不好而感觉到很压抑，感觉到很没有自信，感觉到很自卑。我必须要说明，一个人自大跟自卑是完全一样的。自卑的人他就会显得很自大，而所有自大的人其实都是自卑，都是自卑。我倒不知道说你骑一部破破烂烂的脚踏车的时候你心里有什么感觉。我可以说得很清楚，当你家里很有钱也很有势的时候，你骑个破脚踏车你不会觉得就有什么丢脸，你会说这是节俭啊，这是低调，这是不要刺激别人，你会讲得很好听的。可是当你没有钱没有势的时候，那部破脚踏车你再怎么样不敢骑上去。那人就是这么矛盾，我们都在骗自己。我们嘴巴都讲劳动是神圣的，职业没有贵贱，实际上我们心里头都不这样想。我问你，哪一天人家问你说你爱人现在在做什么，你是个总经理，总经理你爱人现在在做什么，你会很自然的回答说他在开计程车。请举手看看，刚开始你会啊，职业没有贵贱，劳动神圣。总经理你的爱人现在做什么，他在开计程车。然后所有人的脸色都不对，你知道糟糕了，这怎么回事啊。下次人家问你你爱人在做什么，他在家里闲着。很奇怪，这就是我们的过程。中文嘴巴很会讲，心里头很难去调试，因为我们心里想的是我们自己的东西，而嘴巴讲的多半是外国人的东西。我们种种的情绪反应就是因为我们给自己太多的要求，太多的条件，然后使得自己没有办法对自己满意，没有办法。从某个程度来讲，这是非常好的现象，叫做自我激励，叫做自我激励。但是从不好的现象，就是会你压垮自己，会把自己压得垮掉的。所以未老先衰啊，
有忧郁症啊，然后最严重就是自闭症，不跟人家来往，那就糟糕了。我们现在要有一个新的开始，就是我们要告诉自己，我要重新来选择我自己的未来。你是要有条件的接受自己，还是没有条件的接受自己？这是你第一个选择。儒家告诉我们，一个人要快乐，你也知道人当然要快乐啊，但是你会觉得我就是快乐不起来啊，没有钱怎么快乐，衣服穿得丑怎么快乐，人家有的我没有怎么快乐呢？其实各位要清楚，儒家主张的是没有条件的快乐，我有钱我也快乐，没有钱我也快乐，有工作做我也快乐，哪天失业的我还是快乐，叫做随遇而安。很难，但是一定要做，随遇而安。一个人只要有条件，你就不可能快乐，因为你的条件不可能一直都满足，不可能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一切都在演变，而且你无法控制，你怎么可能一辈子都不出差错？你怎么可能一辈子都满足？这样就好了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大家面对就说，我到底是要有条件的接受我自己，还是无条件接受我自己？我到底是要有条件的快乐，还是无条件的快乐？这是大家每个人都要做的事情啊。有条件是一种选择，无条件还是一种选择，决定权在你自己。所以我们再说一遍呢，人自己就是主宰，人自己就是主人啊。我最怕一种人，就是看到我就说感恩感恩感恩，我很怕这种人。你把感恩挂在嘴巴上，就表示你根本没有感恩的心嘛，你有什么感恩的心啊？一见面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我最怕这种人，因为你不知道在想什么，怎么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。我没有反对宗教，千万记住，中国人不可能反对宗教，但是我们不可能像什么宗教相信什么宗教，我们不可能。做一个中国人，你看包容性多大，看人家拜拜你就跟着拜拜。你说我在拜佛吗？我没有在拜佛。那你看我在礼佛，我跟他打个招呼，我向里面去拜，你要拜你拜，我打招呼而已。人家这样我就跟着这样，没事了。中国人所有这些都是打招呼的，而不是真的很虔诚去拜他。你很虔诚，你就变成他的奴隶了。首先我们要坚定一个信念，就是我可以改变一切。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信念，我不知道什么叫做信念，就是你相信它就会产生力量，你不相信它就没有力量。所以我们一直不能解释什么叫做成这灵，我们一直没有办法解释，好像是我诚心诚意去拜你我就会灵了，不是这样。诚就是我有信念，我也很坚强信念，那我就很灵光，我就很灵光。人是观念的动物，这句话你相不相信？这是起点。如果你连这个都不相信，那就算了。因为心想事成，就是观念可以决定一切。而我们一天到晚都在讲心想事成，心想事成。我们用现代话来讲，心想事成就是你的观念可以决定一切。我们的言行是跟着我们的观念而改变的。以前你去买东西的时候，你就看不起那些小贩子，现在你要改变，我不要得罪他，得罪他他一定把坏的东西给我，我斩了。而我们跟西方不一样，你到法国去买东西买水果，他会叫你搁得远远的，
你不能碰，因为水果你去碰，它一碰就水果就完蛋了嘛。不像我们这里，水果拿起来捏一捏，闻一闻，剥一剥，吃一口，不行，玩具。他们玩的哪？我跟你讲哎，他们那个水果他们摆在这里，你隔得远远的，你要什么？要苹果，几个？六个。他选四个好的，选两个坏的给你。你说这两个坏的，他说我知道，都说坏的给我。他说不给你，难道我自己吃吗？我吃了死的，没人卖水果了。他可以公开这样讲，中国你敢吗？你敢吗？你这样讲不挨揍才怪。中国呢都是好的，都是好的，然后眼明手快，把坏的放在底下，然后拿回去一圈，怎么坏的？你不这样，你生存得了吗？你唱什么高调呢？中国人只要把话讲明了，你就完了，你真的完了。但是不能欺骗，绝对不能欺骗。我们不是欺骗，那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适当的隐瞒某些事情，不是欺骗，欺骗还得了？所以像这种观念，你不调试过来，你在中国社会是痛苦不堪。人要改变自己，这是唯一的道路。怎么改变自己？调整自己的观念。我们不但要对自己的一切，而且要找到一个合理的反应，而不是世俗的反应。因为长期以来啊，我们很多观念被扭曲的，真的被扭曲了。我问你，为什么家事一定是妈妈的事情？为什么？就是长期被扭曲的。以前因为男人要忙于种田，回来啊已经精疲力竭，那家里面事情当然女人就要负担起来。那现在呢，大家都有工作了，你就不能把家事完全交给女人，不可以。这样的是观念就调整过来，但是又不能过分，过分到说把所有事情都交给男人，那就糟糕了嘛。那现在变成男人要叫苦连天了嘛？以前是女人叫苦连天，现在男人叫苦连天，同样是不合理的。于是乎就出一个很奇怪的，啊，说你洗一餐，我洗一餐，大家平等。我告诉你，我一个年轻的朋友就是为了你洗一餐，我洗一餐，闹到离婚。为什么？因为轮到先生洗的时候，先生呢比较老实啊，就乖乖的洗。那轮到太太洗的时候，太太就说啊，这是你的，这是我的，我们搞清楚了，然后我放冰箱里面，他不会怎么样，那下一餐又拿来吃完了，你一起吃就好了嘛。一个人过分精明呢，是害死自己的，过分精打细算是没有人能够跟你相处的，这样就好了嘛。一切都不要过分，一切都尽量求合理，这就叫做理性，叫做逻辑。我们对所有的结果都要笑纳，所谓笑纳就是轻轻松松、快快乐乐地去接受它。哪一天你摔了一跤，你摸摸头还在，你就觉得幸好幸好头还在啊，那不是很愉快吗？你一定要说你不能摔跤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你不能摔跤？为什么人人都可以摔跤，为什么你不能摔跤？你是金枝玉叶吗？不可能。结果是我们所不能控制的，过程是我们可以调整的。我们要尽量去调整我们的过程，而不必计较任何的过程，这样才对。可现在人刚好相反，都是结果论。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只要你考及格，你就是及格的，这是不对的。你看我们中国人怎么样？我们中国要考试的时候，都是大家都有把握的。我这次充分准备，一定会考高分，对不对？一进考场一看，糟糕了，出的题目我都不懂。这个时候他会是儒家吗？他不是儒家，他是什么家？他是道家。
怎么这个老师专门跟我捣蛋，我会的他就不出，我不会的他每个都出。那既然这样就这样了，那我们就会的多少写一点，不会的更写的多一点。我问你，为什么不会的要写的更多一点？就是争取同情的分数啊。说年轻人连这个都不懂啊，不会不写，不写就是灵魂，我怕你啊，就是不会我才写这么多啊。那老师一个你不会写这么多，好了，给你60算了。这道家多好用啊，但现在老师也没有道家思想了，写那么多没有一个是对的，灵魂那你算什么嘛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我们现在就是不接受这些观念，所以搞得大家无所适从嘛。那考完了，老师成绩也公布了，你考全班最后一名，你会伤心吗？不会。这时候就出来了，阿弥陀佛最有用了，阿弥陀佛，幸亏我是最后一名才救了你们，如果我不是最后一名，你就是最后一名，很愉快啊。那我还要继续追究这个问题，这样算不算阿 Q？可见当我们说不要阿 Q 的时候，我们是包括要阿 Q 的，就是合理的阿 Q， 不能过分的阿 Q， 这样就对了。好，我们从现在开始要确保自己选择的权利，就是自主性的表现啊。你们都认为不好，我可以认为好，只要我不妨碍你们，这是我的权利，你们要尊重我。我们就是说不同的当中我们有同的部分，同的部分我们要尊重不同的选择，这才是中国人，这才是我们这一世要实现的大同世界。孔子讲大同世界讲了2500年，始终不能实现，这一次会实现。什么叫大同？注意哦，大同下面那两个字比较重要，你慢慢去听啊。我们中国人讲出来的话不一定很重要，没有讲出的话会比这个讲出来的话更重要。大同下面有两个字叫小异，小异就是彼此有点不同才叫大同，如果每个人都一样那就不叫大同，那叫一同，一同就完了，一同太霸道了。我们先接纳自己，我们要肯定我要走的路是跟别人不一样的，我要走得很自由自在，只要我不去干预别人，只要我不妨碍别人，我爱怎么走这是我的自由，你们也要尊重我。然后每一个人都会找到一个适合于你的路，然后我们的目标是统一的，是统一的啊，大同小异。谢谢。